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月夜，欢迎来到浮士德的噩梦，继续游戏，应该不会再卡关了哈。我来看一下，我上次拿到什么呢？就是昨天，都指着下行的钥匙，那就是地下楼咯，地下楼层。是不是有声音呢？在那边蠕动着。有点恶心。而且伊丽莎白走路的脚步声是不是变大？她的那个女王鞋还是高跟鞋还是一般鞋，走起来的样子好像都是后面有一只脚在 kiki 口口，有一点点大声。车房，哎，葛莱欣不见了。葛莱欣呢？说好的葛莱欣呢？我就先这样子。哎，只要下去，直直走，直直走，直直走，一个永无止境的道路，而且它还不会掉下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算把手脚拔掉装上翅膀，我也不会变成鸟哦，因为你省了气囊啊，开玩笑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我现在是不是？先不要浪费火柴。我要回去，这就来得及吗？我来回去喽，不能回去。什么鬼？我刚才原来走错洞，又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还在这？声音听起来好疲惫，我应该用一点疲惫声音。他的世界闪过了这边一眼，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东西般的飘开。伊丽莎白被撞的前一刻让开了路，看到他发红的眼睛直盯的空气。忽然之间，突然忘了这里过来。对呀，我没有看到这附近的年轻女生大概长。这么高，哎，我说先生，你是失忆是不是？他手画了一条横线，我知道你画在哪里。他是背过来的，他那么听话，不可能介入的，所以他一定是背过来的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刚才讲他失忆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他的高度又改变了，梅菲斯的高度应该再高一点，所以他在讲另外一个人，葛莱青吗？没有，好吧，那就待在这里，不要乱跑。再见。所以他在找另外一个人，而不是梅菲斯特咯。可我在想，他应该也是在找梅菲斯特。没有嘴巴、翅膀、脚，也各少一只。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天国，好不容易抓到青色的小鸟，小鸟就在回家路上变成红色的了。死了。被你搞死了，幸福沃的愿景死得就越快，然后又是一个长长的道路，作者真的是很有心。我出来了，原来是从那边出来的，然后嘞。我先记录在第四个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这两把钥匙我还是没用上，你懂吗？
然后又有音乐了。我先这循着音乐走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你就是你。不能开选单哦，每次进来这种门都不能开选单。就是一个人抱着一个东西，大家在看着我，好像很欢乐。我还是看一下这个好。所以他要我直直走就对了，我也只能直走了。感觉好像大家都在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是不是重复了？永无止境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能干嘛？我现在到底能干嘛？我不想要一直听着音乐，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我到底能干嘛。我到底能干嘛？目前这里没有东西吗？你跟我开玩笑？我怎么知道我要怎么走？他现在连那个对与错的那个感觉都不见了，还是说话不能一直重复到？不可能不重复，好不好？你要我怎么做？我要怎么做？而且伊丽莎白拖着王那个紫色玩偶。到底要怎么做啦？现在目前跟我最像的也就他了。我现在处于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办的状态。这边有路可以走，原来是在这里。哦，我走这么久，我终于知道我走去哪里了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走，有点困难。刚才还有吓到。好的，玛格丽特，应该将我们没能躲过的事情，应该发生的事，我们都没有躲过。死亡在等待着你我。你是走错了路。鬼迷心窍，有清白的双手不肯下辛劳，只追求享乐而忘记尊严，竟不顾道德与贞操。滚，羞愧吧，你的责怪，内疚吧，把你陪伴，你马上就会完蛋。滚，即使上帝能宽恕，人间也是严办。即使上帝宽恕，人间也要严办。他干了什么事情这么夸张？古诺服饰的第四幕十七曲《瓦伦丁之死》。来，好像那个家人在吵架，有没有？底下，我的猫又不见了。我先去存档好了。好。